你要说传统村落，不能只说传统建筑，你要说这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，要说这雕梁画栋的美轮美奂，要说这镌刻石雕的巧夺天工，和这背后扎根乡土的工匠技艺。瞧那依山傍水的福宝大亨村，高低错落的姚坝白村，古朴典雅的先史下坝村，历史沉淀出精湛绝伦的传统建筑技艺，无不彰显着传统工匠们的匠心独运，回响着千年的农耕文明。技艺传承，技艺接续人才后辈力量，让农耕文明在新时代更好传承，以匠心传承，促建筑重塑，唤村落新生。这就是四川合江中国传统村落。